大陆国民男星王宝强影视双栖，代表作有电影《人在囧途》和电视剧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，还曾执导电影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。虽然他演艺事业蒸蒸日上，但过去感情事却很凄惨。2016年，他发声称妻子马蓉与他的经纪人宋哲有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，因此宣布离婚。2019年，马蓉不小心泄露离婚，分到王宝强上亿元财产，他的悲惨遭遇令全网同情。而8日，王宝强在微博更新近况，透露自己获聘河北文旅宣传大使，到家乡河北回馈乡里，放下身段在广场上唱戏给乡亲们听，开心地说：“大家都说我唱得好，还没看够。”他决定要多学几出戏唱给大家听，更要把戏曲传统文化传承下去。大票网友看到王宝强如此接地气又亲切，纷纷大赞，很朴实，希望他越来越好。离婚后的他更闪亮，真的好全能，有够厉害。